哈喽家人们，今天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办，走，跟我来。兄弟们，我在视频下方链接等你们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就看严林是否能原谅你家吧。谢祖上大人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就看严林是否能原谅你家吧。谢祖上大人，柳三，我知道最近让你受了不少委屈。滚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严总，没事，那你看你怎么抚平一下我心中的创伤呢？你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我一定不会嫁给那个夏侯公子。嗯，严总，他们总欺负我，我怕怕，我要抱抱。嗯，好的好的，不怕不怕。嗯，严林，谁让你们来的？给我出去。别严林，我这次还是带着林叔专程找你道歉的。对对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现在来。道歉？道什么歉啊？今天奶奶不在，我不允许你们再欺负杨老三了。哎呦，我哪敢呢？哪敢？我看你们敢得很呢。打狗扔鸡看。你之前在我们家做了什么？我可是亲眼看。